最近我买几本乐乐汉语书，希望我的中文会进步。大家好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姓阮，我叫阮氏红英，今年我19岁了，我来自平顶。平顶有山有水，风景很美丽。夏天的平顶很热，时令一到初秋，天气逐渐凉爽。欢迎你们来平顶旅游。我是大学生，现在我在社会人文科学胡志明国家大学学习，我的专业是英语语言。我有很多兴趣爱好，我喜欢养宠物，现在我养一只小狗叫 Man Man， 和一只小猫叫喵喵。我什么运动都喜欢，排球、足球、网球什么的。我喜欢听音乐，暖暖啊。我只分一半，我喜欢学汉语。你们觉得学汉语难吗？我觉得学汉语很难。没问题，年轻人难免会遇到挫折，关键是学习怎么样克服，努力学习。最近我买几本乐乐汉语书，希望我的中文会进步。最后，感谢这次的中文比赛，帮助人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中文。谢谢大家聆听，新的一天凉快，再见。